好不好啊？五方佛在你手上，在你心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佩戴佛菩萨的咒语啊，或是加持啊？特别跟各位等一下还要念大悲咒，那佛经也说念大悲咒加持这个五色线啊，那么得到了所有诸佛慈悲的力量灌在这里面。当然讲了老半天，那就是要你要有一个善根，就是什么，来相信啊，各位你只要相信就没事了啊。一个人相信阿弥陀佛，他这辈子没问题了啊。所以佛说阿弥陀经说，你相信阿弥陀佛，你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后一个结果是什么？念一下，保证成佛啊。要不要成佛啊？成佛才慈悲，我们成佛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帮助众生啊。所以你只要信心发愿往生净土，必定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且念一下，十方诸佛皆护念你啊，因为这个世界有人发愿要成佛，十方诸佛高不高兴啊？那就是真正的法王子啊，真正的佛的儿子。我想大乘佛教的教育目的就让我们发菩提心，那么所以为了要发菩提心，我们要认识五方如来啊。所以呢，东方阿处如来在念是持戒忍辱成就，南方黄色宝身如来代表布施成就，西方阿弥陀佛代表禅定般若波罗蜜成就啊，北方不空成就如来代表精进波罗蜜成就啊，那当然中央毗卢遮那法遮那佛代表圆满成就一切啊。所以我们希望带着五方佛的加持，帮助念一下五趣众生脱离轮回啊。当然五趣就是天道人道地狱鬼道畜生道，把阿修罗道分配的每一个地方都有阿修罗道。所以我们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脱离五趣轮回，往生五方佛净土。这就是莲花生大师的奔着咕噜奔马西的哄啊，愿众生转五毒，成就五种圆满智慧，成就五方佛的功德。那我想每一位佛菩萨，包括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呗咪吽，就是希望六道众生都六根清净，脱离六道轮回，圆满六种波罗蜜啊，最后大家都圆满成佛。但是无论如何讲东讲西，就是希望我们干嘛，会不会成佛？下课你已经决心了就没问题。生命的意义一定要找到，生命的意义不是结婚啊、赚钱啊、生儿子。现在有很多人看到我，还没结婚看到我，现在结婚又看到我，生了一大堆小孩，他只会讲师父很苦啊，后悔了。我说不能这么说，要转化，生三个，制造三个佛，不要烦。对，你可以修忍辱，没有忍辱怎么成佛呢？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有忍辱，这个忍，所谓空性叫无生法忍，这个无生法忍从哪里来？来，众生忍，你要先忍，没有忍辱，所以说忍辱才是修菩提心的如意宝。啊，哎呀，生病了，这个叫法忍，你能够众生忍，你能够法忍，你才能够了解万法的真相，叫地察法忍，所以你才可以证得空性。所以修心八纪说，人所有的痛苦逆境让你嗔恨，这个人骂你侮辱你，你才可以有这个嗔恨来让你忍，那你才会成佛。所以别人骂你，你要不要跟他谢谢你，好不好啊？这个叫修行啊，这个就是我想我们讲金刚秤的精髓，它就在这个地方啊，你要利用这些境界。所以呢，一个人懂得这个境界，万法都是佛法。念一下，满地黄金，好不好？哪里不是黄金？什么叫黄金？当你升起一念菩提心，那菩提心就是黄金。但是你没有这个境界，让你生病啊，生老病死啊，
你怎么会捡黄金呢？啊，所以如果你知道如此，不要抱怨这个世界，就抱怨自己没智慧而已。啊，这个世界是我们成佛最好的方便，所以我现在要来带各位念这个五方佛来加持，不是光加持这个五色线，谁需要加持？谁需要？我的故事，我们需要加持，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加持啊！不但我们需要加持，来，愿所有众生得到五方佛的加持，嗡哄藏色啊！啊！所以各位无论如何，在你家门口要挂个五色旗，好不好啊？小小也好，现在戴在你身上了啊！等一下我们一起加持，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仪轨，请求五方佛的加持。等一下马上分完分章啊，因为我本来他跟我说师父明天才发了，今天不要发，但是有一些居士说师父我们今天来明天就来不了了，要上班了。那我说好吧，那就今天发完吧啊，所以随时都可以改变了啊，下回就带4000条来就 OK 了，我带来你们出钱。很便宜了，现在跟他讲10000条价钱马上降下去啊，但是我不知道品质如何了。好，所以我们大家念大声一点好不好啊，七首里东方阿处佛，你要观想哦，马上从他心间放出蓝色，他的衣服叫蓝色蓝光啊，这个蓝色蓝光明阿处佛就让所有众生包括我们五色线消灾往生牌位都得到了加持，这样来赞叹礼拜东方阿处如来，然后就念了大慈悲了嗡嘛呢呗咪吽啊，所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唱好不好，跟着我们女众法师大家鼓掌一下。这次特别请他们来马来西亚现唱啊，有嘴巴更好，可以念佛，不要骂人，不要讲是非啊。但是各位你要一直观想念到哪一尊佛，看一下好不好啊，看一下，然后看到他放光，这个光照着整个法界。但是我要讲一个重点，这个佛会放光是因为从你心里面的相信才放光，如果你内心里面没有这个信心跟悲心，佛就放不了光。所以我们靠佛，佛靠谁？佛靠我们啊！佛陀要讲的这句话是互相依靠，我们互相依靠，互相成就，不要互相破坏啊！这个在经里面有4个字，念一下：自他真上。所以这个世界走到哪里，你帮助对方，对方也成就你，永远不要有对立的观念啊，健康也好，生病也好，高也好，低也好，都可以让我们增上啊。死亡的时候可以更可以让我们增上，赶快念佛消业障，死亡可以成佛，可以往生净土啊。所以这样你就超越了生老病死，生是快乐还痛苦，懂佛法是快乐，不懂佛法还真是惩罚了痛苦啊。所以因为我们有佛法可以改变。好，大家一起来唱，这么多人念起来很有意思了。好，开始。七首里东方阿处佛，蓝色蓝光，蓝色
圣洁的都其舍里南方宝胜佛马地北美红其舍里西加持五色线，嗡吽藏舍阿，嗡吽藏舍阿，嗡吽藏舍阿，也念一下开光咒来，嗡，阿摩嘎，波陀摩，苏那尼，陀罗陀罗尼，曼那尼吽，嗡阿吽，嗡阿吽。嗡啊吽，好，下回我们就做多一点，一人发个十条，好不好啊？送给别人啊，这样功德更大。各位拿到这个咒绳的时候，对一下啊，红色的代表包在外面，西方阿弥陀佛，然后呢，黄色、绿色、蓝色、白色，啊。最好这几天呢、啊，你天天对着对一下，然后这个颜色你都记起来了啊，然后呢代表什么意义，多去思维。那我现在来回答问题，好不好啊？第一个问题，他说家里的老人长辈退休了，没有收入，偶尔会去赌博，把赢来的钱拿来做善事，这样好吗？不能说不好，也不能说好。如果他说赢钱要做善事，他的动机也还不错啊。但是输钱是应该的，因为用这种